今天是初八，昨天初七啊。昨天初七早晨，化妆师给我画了一个新的造型。新的造型是这样。我老汉为啥喜欢演戏啊？因为演戏你就进入一个新的角色，你看打扮都不一样。平时你不可能打扮成这样，打扮成这样子，别人说你怪呀。但是你在戏里边，导演说就这样，那我就变成这样。你看脸没有，冻出高原红了，嘴唇皲裂了。这个造型，趴在雪地里穿着白衣服不容易被发现。可是呢，就是山上有点冷，太凉了。昨天初七号称人日，人日什么意思啊？人日就叫人圣日，从汉朝那时候就开始有人日的这种说法。到了魏晋时代那个时候就这个日子更重视了。春节是不是一个节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，春节是一组节日的集合，它和葫芦一样是一串，知道吧？到魏晋的时候，关于人日就更重视了。人日最重要的特点，那么吃什么春日吃什么，南北方各习惯不一样，但是有一点是特别突出的，就人日那天必须在家。你回家过年，你再急的事儿，你去做买卖啊，千金万银等着你拿。人日之前你不能走，人日那天你不能走，你要走远门做大买卖，有大事要干，也要那初七过完了才能走，过完了人日才能远走他方。这个打扮，你说我要是到你们家添双筷子凑个局，你让不让坐呀？生活当中这打扮是怪怪的。我说我这打扮怎么样？旁边的人说坏人，那职业坏人。2022年我获得一个称号叫职业坏人，那有人呢很高的身份，什么首席啊，什么教授呀，他们说司马南是职业坏人，职业坏人的表情就是装的。说司马南的这个样子很阴险。我一看我这造型，你看看这三张照片，左边这张是笑嘻嘻的，右边这张呢笑嘻嘻的，中间这个还确实有点阴险。你发现阴险了没有？导演要求我表现出阴险，表现阴险，我自己给自己加戏。你知道怎么加戏的吗？阴险就在剧情当中，我这样，我呀，山上嘛，山上那村里的戏，周围都是人，我哇哇哇哇哇讲了一大堆东西之后，我做了一个这动作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鼻涕往袖子上一抹。然后呢，这个衣服白衣服很厚啊，然后我的眼睛这么看人，哎，导演说好，这是本色表演，确实比较阴险。哈哈哈哈，有人说这个造型像鬼，鬼一来这个鸡皮疙瘩出来了，这个后背出汗了，心情糟透了。这司马南这个家伙是个鬼，是个恶鬼，是个厉鬼。啊，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鬼，然后呢，俯卧撑都做不下去了，弄得心情特别沮丧。我很开心，有人把我说成是鬼，有人把我说成是牛鬼蛇神，怎么说呢，都无所谓了。网络上呢，别人说我不生气，但是特别有身份，人造谣不好。鬼有两种呀，一种是鬼，一种是鬼王。鬼王是不是鬼？是鬼呀。谁是鬼王？钟馗是鬼王，知道吧？为了打鬼，借助钟馗吗？鬼王就是钟馗呀，钟馗也是鬼，说自己是鬼，说自己是鬼王，这对我来说一点不是贬低自己啊。毛主席曾经说过，他就当了20世纪60年代的钟馗。老同志都知道，1966年的7月还是八月，七八月份，毛主席呢写过一段话。毛主席说："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这么大神通啊。"现在经他一吹，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，真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毛主席又写道，说我猜呀，我猜他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。我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。这些话是大有深意的，涉及到党内斗争、路线斗争，是相当惊险的。我们今天呢看这些事儿都是历史了，可是我这个1972年我才多大一点啊，那个时候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，哇，全是大人们谈的大事儿。我对毛主席的所有内容都感兴趣。毛主席跟别人谈事儿的时候，包括呢特别重大的事情，毛主席也喜欢呢聊大天似的，海阔天空与人聊啊。貌似闲篇，但实则大有深意。
所以隔壁王奶奶说那些家常话，我觉着隔壁王奶奶深得毛主席的精髓。隔壁王奶奶常说："家里面闹黄鼠狼子，就得弄个东西镇一镇。"嘿嘿嘿，是怎么镇的？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啊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反正咱是不能让那些妖魔鬼怪害了咱的日子啊！隔壁王奶奶有句话最经典，她老人家说："为人民服务是什么？"问我。说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指导思想。隔壁王奶奶说："我说这种话都属于读书多，把脑袋读坏了。"隔壁王奶奶的词儿是"为人民服务是一道咒，一道咒。"他还说过"不忘初心也是一道咒，一道老咒，一道新咒，两个咒呢加两次劲儿，干嘛呀？镇鬼啊，该念就得念。"那如果因为你念咒，念为人民服务的咒，有人打你；念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咒，有人打你。按照隔壁王奶奶的理论来说，证明你对了。大家觉得隔壁王奶奶说的对不对呀？为人民服务是不是一道咒啊？这道咒应该由谁念呢？你念咒，有人看你不顺眼，还要打你，还要造你的谣，抹黑你。这个时候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大过年的，咱不说恶毒话。大过年的，咱们就畅想未来。大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有意识到，不斗争是不行的。毛主席当年说："8亿人民不斗行吗？"中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大会特别强调斗争精神、斗争意识、斗争本领，要不断总结斗争经验。你不斗争怎么行？你不斗争，为人民服务这道咒就念不下去啊！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这一道咒就念不下去。感谢收看，再见。